喜爱高尔夫的球友们，站上果岭除了实力取胜外，时尚外形也绝对要兼顾。今年春夏 ，Jay Lindeberg 采用象征自然生命力的色彩，创造出四款图腾设计：几何波点、钻石图腾、斑马迷彩和 3D 立体针织，让球友们不论是在球场上或休闲时装，都能成为最瞩目的焦点。不论是果岭绿、丛林绿，还是代表海洋的深海蓝，以及如阳光般耀眼的艳阳橘，搭配上钻石图腾的菱格 polo 衫，都适合个性活力奔放的球友。至于以品牌 logo 设计的几何波点，在丛林绿的 polo 衫中带出了些许俏皮的万味，却又不失内敛低调的风格。在高尔夫这一块呢，我们也有透过这个波点的方式去结合我们的 logo， 有把我们的 logo 就是 Jay Lindeberg 这个 bridge。做了一个变形，做了一个比较玩味的方式放在我们的服装设计里面。那在时装这一块一样有另外一个古巴衬衫，就是非常可爱的这个绿色的圆形的几何波点，那都是非常可以介绍给我们现场的所有视听大众们。春夏服装除了活用图腾元素和缤纷色彩外， Jay Lindeberg 采用高机能性的面料，讲究修身剪裁，部分新品采用 3D 立体针织技法，营造精致内敛的风尚，让你在果岭上能够更帅气自信的挥杆，兼顾运动与时尚。